大家好，Good morning。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一个动作，一起练起来。通常呢，这个呢，脖子累、酸痛，把这背后酸痛，它影响到我们的颈椎和我们的胸椎和我们的腰椎，所以非常的累。特别有些我们在开车啊，在电脑上班的人呢，很辛苦的。今天我们教一个动作，缓解的这个颈部、肩部、背部的肌肉酸痛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打开，头往后，一天做50次，跟我一起来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我们一天呢做50次。那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打算做这个，放这里哈，放这里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. Do 50 time. 还有一个动作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one、two、three、four、five、six、seven。Eight, nine, ten，做50次，50 time。还有一个呢，做这个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one、two、three、four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，一样做50次，50，do 50 time。OK，我们明天交心的，希望大家喜欢我。
加入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做。我也是初学者。Thank you, bye bye.